红黄选手，这个现场的朋友，如果掌声不热烈，他就不出场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青年一代70公斤级踢拳的领军人物玉树临风孔令峰。33岁的泰国老将子竹，身高1.75米，职业战绩97胜，在皇家伦皮尼拳场拿到过163磅的泰拳金腰带。Nak Muay Mom Nan Ngan Nak Chu Muay Thai Jak Pratien Thai Mindy Dwangra Arichok Saitu。 红方的选手30岁的孔令峰，今天代表袋鼠达达格斗出战。孔令峰身高1.78米，职业战绩60战，拿下45胜，22场 KO 获胜。他是中国自由搏击职业历史以来70公斤级我们培养出的最优秀的拳手之一，也是在终身之战取得过最好成绩的中国拳手。掌声欢迎一下红方玉树临风孔令峰。有请场上裁判石征。This is Korean fight kickboxing rules. You want to mean no hands, no elbow, no clinch, no clinch, no stop. You told me, okay? Good luck. Hello. 体重超重 ，one point up 减一分 ，one point up 减一分 ，one point up 减一分。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的怀柔啊，昆仑决总部为您带来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一场男子75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超级战。那么红方是玉树临风孔令峰，他对手来自泰国的子竹。是。那么以前这个孔令峰都是在昆仑决是打这个70公斤级的诸神之战，非常优秀的一名运动员。但是这时隔这个5年之后，现在体重涨了，是的，涨到75公斤了。哦。对，其实能够看到孔令峰这个体型的话，岂不是打了一圈的？对啊，而且这个压迫力啊，是很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的。嗯，不过今天的这个泰国选手的话，每位选手的发挥都非常的稳定。哇，你看看紫竹的这个前高扫上头了，这个紫竹的这个泰国运动员和我们前面看的两个还不一样，在战术打法上，他不是说力量见长。而且擅长拳法，他不是，你看在更多利用腿法，你看快，是的，啊，经验更加的老道，经验老道。放，正蹬，拉开周就正蹬，看，哦，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进行摔腿。放，这是勾摔，是勾踢，你看看啊，经验非常好，正蹬。虽然这个危险性不大啊，但是这个对对手的一个心理防线确实是会有影响。是啊，你看我就低，他不是低扫。
是砍你腿，这是砍完以后我勾你啊、哦、更擅长这种摔法的。你看你看又是带摔，是的，孔令峰其实打的也是非常谨慎啊、因为两个选手说哦再来个高扫，两个选手呢在第一回合里边还都是有了一些在这个小心的细节在里边的。真是每一个泰拳运动员他们的战术打法就不同。是那么今天这个孔令峰所遇到这个选手更擅长一种带摔啊摔法，正中。你说他真正他的那个腿的扫的扫地量多大？没有。对的，中段位扫地啊，又准备带摔了。你看进攻欲望非常这个强烈，这个紫竹是啊，这个就叫我打得不疼但是我就恶心你、啊、对，你看你看控制距离又来了，又准备来一个次带摔，中段扫带摔，中段扫带摔，正蹬别进来袭击。现在打这个孔令峰，这个你到底想干什么是吧？现在孔令峰的拳打不出来，他打不出来，不管他是前摆后直都打不出来。孔令峰要先出动作啊、不要后怕，之后先出动作控制你，先控制控制你，看到没有，先把前手下来、又来了又来了，又高到上头了。其实这个紫竹已经有了一些舍身踢的影响了、我就算站不稳我也要踢你。这个孔令峰同这个紫竹的第二回合的比赛，那么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泰国选手紫竹利用他的中段落扫地上头，是，同时带摔控制了孔令峰你的这个拳法的出手，我就不跟你距离。对，其实你看，对咱这些这个老泰来说的话，他们的打法之前是有内围的，但是突然到了中国以后没有内围，那么他们就会下意识进行去一个搂抱。哟，膝上头啊，原地的。他现在是克制着孔令峰，我就不让你出拳，我想到我先出腿，我不让你出拳出腿，我控制骚扰你，我不让你先出动，我先控制你，我先打完你，打完你之后你想打我，我就赶紧把你抱紧。对，你看，你看，你绕进来我就往后撤，来我就往后撤，我先出。现在孔令峰一定要先出动，先出动，而且不是先出腿，先出拳，前置拳控制，前摆控制，再来拳，对，漂亮，一个就是击腹，一定孔令峰要把我的拳先打出来，然后再用腿控制。其实已经有效了，拳腿才有效果。这几个其实这个效果就会更加明显。你看，现在已经有一些像前倾的一个防守状态了。紫竹现在有意去防守自己的腰腹位置啊，明显的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孔令峰是加强了我的进攻的速度和节奏，我不像第一回合那么被动了，我是主动了，我主动先进攻，但是还是出动的太慢，再要加快，再要加快。这都无效的，抱禅这种进攻动作都无效的，是没有效果的。现在是对孔令峰这都打不出来，我就控制，我叫你打不出来，又来了，击撞你，这招很多呀，你看看是吧？很快，
对，你看在这里的高手啊，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在这拉开的一瞬间，那么就会有一些反击跟迎击。漂亮，又中了摆拳，摆拳打中了，是，对，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同样也是吃了一个后手迎击，现在就看谁先过，先变先变，是多变，而且不能一味的跟着对方节奏。对了，对了，你扫踢，直接看到，因为起腿半边空，你扫踢完，你肯定这腿是空的。空的，我就在踢你那个支撑腿，一下就扫。还有十秒，就第二回合，这个孔令峰找着感觉了。好，第二回合结束。从这个紫竹的第三回合，对，前置前置，现在你看这个紫竹不是我有意识加强进攻，我是先防住你，对的，你近身我就一个西撞，我让你进来。因为孔令峰的节奏慢，你也在这两个回合里边就逐渐加快了，啊，也是摸清了对方的这个防守跟这个进攻的频率了。正当控制，你不让你近身，你看正当控制，你进来，我哗西撞你。因为他也知道这孔令峰的拳要好一场。我不跟你拼拳，你看，准备起动作哦。对对对，来来来，摆拳，尽管你西撞，因为它不是连续的，是的，只要我控制好你的方向和节奏就行。是，我控制你，啊，他准备肯定用的右手这个西撞，很重的一个啊。他准备起右腿，你看你看，子睿准备起右腿，看看，你能预判到？又是准备起右腿。对，但你要起右腿，他肯定有个预判。我这是前摆。这是搂抱太多，场台这个石头要对他警告了，要警告他。警告他，警告。警告你，如果你再这样对比完，黄班扣分了。是。走的对。正能上台。这儿来了，这儿来了，对。这个正能是破坏对方节奏，他没想到那么快，而且没想到那么高。对啊，又来，直接就来了一个正能上头。要进来，进来，进进。这个防住，这没有效果，这防住正蹬，啊，低扫，你看它的变换线路是吧？是。高扫，高扫无效以后我们就换低扫，再扫啊，三种线路的变化，可以把三种线路的变化。你说这比赛经验多么丰富，他不是单一的一个那个进攻线路。对，他知道这个高扫无效以后，立马就去切变了自己的一个思路。又来。好，后手进去。但是紫竹的进攻的这个，你能预判到他要进攻，能预判到。拿高一点，对，还有要先出动作了，孔令峰时间不多了，是最后的时间了，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孔令峰这知道你是在赛前超重先被扣了一分了呀，你对不对？换架，孔令峰很聪明，换架，看抗压很强。孔令峰他对方的所有进攻才被我给你封住了，我预判我给你封住了，最后的时间一定要抓住机会。
还有最后十秒，最后十秒，孔令峰，漂亮的裁判机控制跟着，比赛时间到，比赛时间到，最终结果等裁判来判吧。经过了这几年的沉寂，孔令峰的复出第一战结果怎么样？我问一下现场的朋友，红方胜还是蓝方胜？你表现得非常的好，下一场请你上来打一下，感受一下啊。本场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红方，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三位裁判一致裁定29-28红方对蓝方，但是红方在赛前超重被扣掉一分，本场比赛双方战平，加赛一回合。来看一看这个孔令峰从这个紫竹这个第四局是决胜局了，因为加赛一局，在前三回合比赛里面是孔令峰是虽然是29-28获胜，但是由于你赛前超重扣了一分，这样的打平了。就在这回合里边的话，双方的这个哇想拿到这个胜利的一个欲望都很强烈啊。对啊，因为相较于前面三个回合，这一回打得明显的是很快，一局决胜负，一局决胜负，这是最重要的一局了。我们看到这个紫竹也是加强他这个右腿的高扫上头的进攻动作，因为他效果很好，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效果很好。这样的话，这个紫竹也不用再摔了。是啊，我更多要主动进攻。等，对。地上紫竹是有拳法的，是的，没而且这个下潜的一个后手直拳打得一直很重，看前手拳速很快，前手拳又一拳，在这个吊手的情况下还能够做那么快，看他这拳法是不重，来这时候孔令峰更要主动，
知道对方拳很重也很直，是。那我要用腿，我骚扰你，用腿把骚。那我到再加上打拳，拼拳，我直接不给拼拳。我换一个进攻方式，我先换一个进攻那个线路和方式，对方就不适应了，对方就不适应了。你看，对方应该是先换的，子竹先换战术了。我加强我的拳法进攻，我就准备，你看。又是冲撞，他不是站着挡，而是我主动往上冲着，用腿击撞你。你要再想打我，就直接冲进来。这样的话，用一个底薪去开路，马上变了，看，场上形势变了吧？这样孔令峰显得被动，因为我只能我一味的防，不能进攻了，一个对方也出现控制我。你再往前冲，防，但是我用细开路，你防不住。我就冲你，你进不来了，我就冲你，进不来了。这就是一种战术的一种变化，是的，根据场上的情况产生变，看。是不是啊？所以我先出拳，这时候孔令峰要出腿吧，上下结合，不能一味的光靠上盘，上下结合了。你看，要等，时间在消耗。这个过程不要再去等，一定要去抓住机会，然后去打一些岔形打法，是吧？左拳右腿，左拳右腿，右拳左腿的打法。你看，又怎么？因为是对方先出动作，先破坏了你，还有十秒钟时间了，还有十秒钟。结束了，结束了，双方全挤出来拳，是，我赢了，我赢了，到底谁赢了？裁判说了算。这场加时赛也是结束了。这个比赛非常的接近，非常的激烈，我们在现场也遇到过连续加赛的情况，但是一般不会多加到第三回合，所以本场比赛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裁定 and all the three judges score this bout 9-10 9-10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颁奖嘉宾，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精良集团董事长胡锡民先生，昆仑决的创始人江华先生。感谢两位颁奖嘉宾，我们祝贺获胜的选手，同时孔令峰没有关系，作为中国的名将，比赛还要继续。